连接同步害过多少明星，反正周立波又被坑了。昨天下午5点爆料微博八哥专用称，周立波逛黄网后不小心将链接分享至微博，链接内容不堪入目。微博写道，周立波逛黄网，估计网站账号绑定微博账号了，一不小心微博链接同步了，点进去那画面太黄，我不敢看，都是70岁老翁猥亵幼女，20岁少女勾引继父，这种东西没想到周立波你除了爱骂人还好这口啊。鼻俗吃大蒜，高雅看黄网，伯伯老师你不仅爱咖啡也喜欢大蒜，一口咖啡一半蒜，真心高大上。不过网友对于这件事看得相当开，有人说生理需求何必小题大做，有人说伯伯老师为了配合今年的禁网做了回鉴黄事，人家就是想举报而已，还有人说为了证明自己是直男也是蛮拼的。遥想当初小沈阳苏有朋微盘同步分享同性不雅视频，一个回应 iPad 被自以为是的朋友拿走，一个宣布被盗号，刘嘉玲下载数据裸照大方承认自己好奇，但截至目前周立波还没有回应。